你好，我是胡永正，我是2015年香港巴克圣乐节的男中音独唱。我高兴今次有机会参与这个音乐节，亦都是能够演唱一些很出名的作品。同台演出的亦都是我们平时香港常常见到的好朋友。所以今次有机会一起演出的时候，我是很兴奋。亦都是觉得巴克的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他们是用了很多好簡單，但係咧非常之有效嘅一啲作曲嘅方法咧，去將歌詞裡面嘅內容咧能夠呈現。並且咧，我哋平時咧好似喺聖樂裡面睇好多嘅經文，用好多嘅聖經嘅話語，但係咧我哋好少咧會比較深入嘅去到演繹出嚟，因為讀一段嘅經文可以係好悶，但能夠可以透過呢啲咁豐富嘅音樂能夠表達經文裡面意思咧，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學習，亦都好大嘅挑戰。希望你能够来到这个音乐节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的喜悦。大家好，我是袁天乐，是巴克圣乐节的行政总监。我们举办巴克圣乐节，邀请了很多音乐家一起来参与。作为音乐的工作者，我们经常都问一个问题，究竟为这个社会可以带来什么？我哋有時會好主動咁樣坐喺度去接受邀請，但我哋覺得會係可以更加主動做更加多嘅嘢。今年適逢係巴克330周年嘅誕辰嘅紀念，我哋咧就希望將巴克嘅音樂佢當中嘅盼望啦、佢希望、佢光明同埋愛咧帶到人嘅中間，同埋將好嘅音樂帶到佢哋當中。我們期待很多青少年人來到這個音樂會當中，相信教導他們怎樣去欣賞這個音樂和感受到音樂的美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這個音樂會裡面，我們的藝術總監在音樂演奏之前有很少的講解，希望為聽眾去帶來音樂的訊息和有少少的解釋。我們希望這些青少年人可能是第一次聽古典音樂，可能是第一次來音樂會，他們有新的領受，在他們人生的路上可以有更多的發現，繼續去前行。